中就得到了三油炮的美名。魏权呢也非常看好他的能力，所以是以签约金590万加盟，海外带20万元的训练费，希望他未来可以成为张泰山的接班人，传让他，你就是魏权的人了。希望呢他在接下来不管师傅的徒弟啊各个项目呢都可以有状元郎的身手。就当时人在日本，然后手机看着直播，然后当出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把心中的一股气都喊出来，就打脚这样。欢迎叶总教练。那目前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土Kawasaki上，也要一起来啊！哇，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川崎宗泽客座教练。班长，你好。你好。我是川崎，台湾的朋友，大家好，请多多指教，谢谢。谢谢。其实我有跟他沟通过，他自己本身是比较希望当球员，那不过他还是会依照对球团最有利的方式去进行，因为毕竟需要他的表现给这些年轻球员看，这样。